三月二日十七时许，民众于大理人聊天室2.0上传影片，在大理区立人路与立新街口，黑衣女子由路旁店家推婴儿车穿越路口时，疑似因故回头，而将婴儿车遗忘于路口，而有路边民众见状紧急协助推回。该女子为依画设之行人穿越道穿越道路，即将婴儿车释放于路中，亦相当危险，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1项3款，故意规定擅自穿越车道，其第82条1项1款，在道路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，分别处罚新台币500元及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之罚款。本件警方未接获检举，警方呼吁民众推动婴儿车穿越道路，应沿行人穿越道通行，并注意随身所携带物品及孩童状况以测安全，避免造成交通阻塞及其他用路人之危害。